么？可是你们给我最基本的尊重了吗？给我怎么读秒的？我真的生气了！你给我最基本的尊重一下。把椅子放下来，把椅子放下来。服了，他是读秒了，只不过你没听，没听啊。他读了，他确实读了。读了。那如果这样，那为什么要我们那么认真的去那么认真？他们有一个什么过程呢？对，他们得，比如说，你看他不动的时候，他在，你看他不动的时候，他得先。